芸芸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电音天后莎莎舞台上的人数不止一个人。众所周知，电音天后莎莎她是一个十分喜欢唱歌和跳舞的人。你们可以看到她的前方有一个麦克风，如果你喜欢电音天后莎莎，请点一个赞。在她的左手和右手旁都有这种音响。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的人数不止电音天后莎莎一个人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是聚光灯，证明这是一个大舞台，上面的人数不止莎莎一人。那么其他的人究竟是谁？今天有位小伙伴提供给了我一张图片，我们从这张图片中发现左侧的这个人就是暗星，他属于电音天后莎莎队员中的一员，他是一个喜欢弹琴的虚空 DJ， 有没有发现？并且在他的右手旁就是铃音，而铃音是一个十分喜欢玩魔方的人，他为什么要和电音天后莎莎一起唱歌和跳舞？在评论区中抽出3963，你将会知道。所以说这个舞台上的人数不止一个，而是有三个，你们知道了吗？